家好，今天我们学自动。我今天找到我从中国买的那本书《动》，我今天也会给你们看一篇一篇的书。让我先给你们写一下《动》。很好啊，你按照自己的想法写的。那你现在能不能妈妈像妈妈告诉你啊，竖是要先写上面然后往下写，它有一个笔顺的问题。先这么写。对了，这么写。对了，这么写，然后勾。对的，对，然后再写横杠，底下一个口。但是你写的那个口是不是有点扁呀？你要写一个胖胖的，你看你的书的上面也有那个字，哎，你找到那本书了吗？动那本书上面。哎，对，我再给你们起一个更好的。哎，底下那个口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口的第一笔也是一个竖啊？先写个竖。对了，那我有没有说过中国字是在一个方块里边，对吗？那你看你现在写的这个动，是不是像写的是两个字呀，并不是一个字，你要把它两个紧凑的写在一个方块里，好不好？ OK。第三个写的很好啊，那你把那个动的拼音也写上好不好？的哦，动。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look， 动。你们要不要买这个书？这个书很好，是2012年。动，你看每一页都有一个动，每个页都有一个动，你看动动动，这本书很有趣，就是有一个动，能这么看。对，它每一页都有一个动，对不对？对。
知道你就往上一点呗，好不好？来重新拉一个，这个跑调了啊。那个等一下，先看看右手行不行？因为你刚才这个这是右手，你刚才整个都翻了。等一下，我给你纠正一下，这样。我知道。你下回那打点儿的时候，你别拿脑袋打啊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你拿脑袋打那点儿，像骑马一样。哇、哦，好嘞，好嘞，好。哇，好音。这个曲子很美的，你给我拉的那个琴就饱满一点啊。那个一指，你看你准备一指，准备的时候就错了。Längst regierte uns sie Zauberts Schal für alle.
Malte taucht, obwohl es sehr anstrengend ist. Umut isst gerne bei seiner Oma, weil sie kocht sehr gut. Okay.